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奇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400集的节目，我们又迈入一个新的数字的里程碑了。今天的话呢，我挑了这一款，这是07年的时候推出的一个长臂还有 Bumblebee 的一个组合包。那么这个场景组的话呢，其实呢这个系列的话呢推出不止这一款啊，各位看到有一个这个 Scorbunk， 还有这个是 Barricade 啊，当然还可以看到这个迷乱，还有这个逃命的Sam， 还有这个一脚呢，或者是一集呢，就把这个迷乱给打倒的女主角。另外的话呢，这一组的话我比较没有印象，我好像从来没看过这一组啊。这个是大黄蜂，还有这个是西蒙斯，还有这两位应该是人类的士兵吧啊。OK， 那这个呢是非常值得珍藏的一款玩具，除了它年代久远啊，分量很扎实之外呢，它呢还是我们这个变形金刚玩具开箱的这个老祖宗啊。Shadow Avenger 老肖呢，他当年所赠送给我的诸多玩具当中，其中一款也是最后一个我还没有开箱的老肖送给我的玩具了啊。那么呢，已经这么多年过去，可能有8-9年了吧，我一直呢都是让它保持一个全新的状态，想说呢，在这个1400集的，哎，刚好就不知道做什么玩具好了，就把这个东西给拿出来。从这个2007啊，到现在2021啊，刚好14个年头也过去了啊，那就1400集呢，拿这个来做一个开箱吧啊，应该是蛮值得有意义的啊。里头的话可以看到这个场景里头有这个轰天雷，还有这个跟他作战的美军啊，那非常值得怀念的一个07年的一个时代啊。当年呢，如果你是7岁看这个电影的人，如今你也20出头了啊。那么呢，这一款长臂的话呢，这个是一个组合包的一个场景组，因此呢，他才会多附送这个大黄蜂。如果你是单买它的一个美版的话呢，是没有这个Bumblebee的。那么在第1集里头呢，大黄蜂啊是被炸断了双腿的啊。那到第5集的时候呢，粉身碎骨都不会死啊，果然是会进化的。可动的话呢，看到这个是胳膊360度转动啊，下方这里什么都没有，软胶部件。头的话呢，左右可以动一下。手臂的话可动度比较大，这个转动，因为呢它这个可以啊配合这个射击的一个角度，所以它这个手做的可动比较好。这里的话呢，切割斜个角度啊，可以让它呢做一个你觉得 OK 的一个摆放。那这个软胶的部件的话呢，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后面这个洞的话呢，则是可以勾在这个有个车子的一个倒钩，会把它拖着走的。那由于我们的节目呢，多半呢都是以机器人形象呢作为开场，所以这一集的话呢，我还是呢先把它给变成机器人了。你看到这里有一双很诡异的手啊，是的，组合包的这个长臂的话呢，才有附带这个女主角 Michaela。 如果你买的是美版的话呢，里头也是没有这个女角的，就是没有大黄蜂，也没有女主角。当然在一些涂装上呢，在车型下呢，可以看到有一些些的不同。然后呢，可以看到它这个额头上有一个博派的标志，身上的话呢，配色是很干净很利落。十几年前的玩具，这个07年的玩具呢，还是有一个还是有比较久以前的这种 G1 或者是说银河之力，就比较老一个世代的一个玩具，跟电影系呢还在一个磨合阶段的一个过渡时期，所以它这个造型来讲的话呢，可能也不像后期的电影系的玩具会有那么多的细节。那它有一把巨枪，这个巨枪的话呢是直接锁死在这个手掌上的，你看到吗？这个地方手掌在这里直接锁在上面。那么另外一只手的话呢，中间有个洞啊，在变形的时候呢，两只手的话呢是要合在一起的。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你可以透过这一带，就是变形需要用到这个关节啊，你也可以呢把它合在一起啊，做出一个类似于是这个两手持枪然后瞄准的一个画面啊。如果你觉得说有一个想要让它标准设计的动作，也是做得出来的。那这个玩具的话呢，由于是07年的时候，所以它身上的一个球形关节的话呢用的还是比较多。那这个球形关节的话已经比较不耐，因为它这只手呢实在是太重了。然后这里有一个重叠的关节，这里是没有得卡住的。背包这两面部件也没有卡住，这里也是没有得卡住的。然后它的一个腰部的话呢不能转，可是它的上方呢，这里有一个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中间的这个蓝色的这个轴心啊是可以左右动一下的啊。然后脚前后踢没有问题，膝盖可以弯，然后脚的话呢脚掌做得很大，但是呢前后动幅度很大，但左右没有接地，可是它那个脚后跟呢是单独可以动的，因此这一款机器人的一个站立性其实是做得非常好的。枪的话呢虽然很大一把，但是呢稍微掌握一下这个重心还是能够站得很稳的啊，只要这个脚后跟好好运用一下。
啊，站稳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手的话呢，看上去有个门板手啊，对，它是有一个变形的需要，会翻过去的，你姑且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护盾吧。感觉起来呢，这个家伙的配色啊什么的，看起来像是一个防护量产型的一个兵种的一个感觉。好，那整体来说的话呢，机器人个子很大啊，对，这个如果把它完全站立好的话，我们这个脚后跟啊也不需要完全打直啊，稍微打个普通就好。然后呢，跟一个第四级的一个 Deluxe 等级放在一起啊，大小是相差非常多的。那我们的话呢，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简单的变形过程啊。首先的话呢，头把它给摆正，然后呢，两手的话呢，这里我刚刚提过了，你可以呢先把它给搓到前方来啊，先做一个简单的两手持枪的一个动作。再来的话呢，就把它往上面抬上去啊，对空鸣枪啊，当然并不是的啊。那我们把这个枪的话呢，这个地方单独这个地方，你可以把它往下啊折下来啊，对自己开枪啊，了不起，真男人。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肩膀这个地方翻上去，黑色部件也翻出来到前面啊，不对，这个灰色部件啊，先把它给翻上来，然后呢，将这个两侧这个部件都给翻上去。它变形是很直觉啊，非常简单。这个双动关节过来，然后到这里，两块黑色部件，它是一个互相咬合的，把它给咬下去。然后呢，这个地方两片肩膀上的这两片灰色部件，把它给放下来。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可以考虑先把这个门板给放下来，它是有一个咬合的，从这个地方把它给咬下去。然后呢，脚的话变形就很简单，这个是就是早期啊，很多变形金刚的玩具呢，它就是你就稍微把这个这一块压下去之后，顺着这个槽啊这样推过去，然后呢两脚呢做个简单的小合并，然后呢这个部件的话呢就往后推，然后把这个大腿给放进这个小腿里，大腿放进小腿里头也没错吧，这样推下去，然后呢顺势压一压，捏一捏啊，它在里面呢是什么形状呢，其实你也不用特别去在意啊，推一推压一压啊，基本上呢它就会全部去滑到定位了啊。这个呢早期的这个电影系的玩具，特别是07年的时候啊，因为胶都很厚啊，所以呢我们把玩的时候呢啊可以用这个指腹去玩啊，现在 SS 要用指尖去玩啊，呵呵，这个差别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这个部件的话往前放两片，这个像我一直以为这个警示灯会在车顶上，原来并不是啊，还是在后面侧方。然后呢这个倒钩就把它给滑出来，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一款 long hole 呢，这个啊不是 long hole， long 什么 long arm 啊，对，长臂呢变形就算完成了。由于有铆钉的关系啊，这个滚动性啊好到一个没有天良没有天理啊，这个就是非常舒适的一个推车的一个手感。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组合包系列的时候，你是可以看到女主角 Mikaela 在里面的，那她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少女啊，在第一集的时候呢，面对这个狂派呢即将占领地球的时候呢，对，狂派在第一季的时候最接近征服世界啊，这个勇敢的站出来和他们对抗。然后呢这个啊说我写这个一些英文字母，然后这个电话号码我不知道，你拨拨看或者打到哪里去我不知道啊，24小时的博派什么什么什么服务吗？然后前方这个车头灯啊可以看一下。那么呢我们就稍微的呢就做一个最后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展示啊，就是呢把这个 Bumblebee 呢就掉在后面，这个勾下去就可以了，把它给挂住。OK， 那往上勾的时候就往上勾提一下。那这个包膜臂的话呢，你的这个摆什么动作是完全是端看你个人的啊。在电影里头，它其实是倒着这样前进，所以它的开车技术是非常好的啊。这个我的话，路边停车可以说是要了我的命啊。那倒车还要开得很快啊，还要这个协助包膜臂这个射击打败邪恶的外星人这个。反正我是没这么勇敢了啊。那么变形金刚第一集的故事呢，之所以这么样的迷人呢，不外乎呢它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基调啊，就是邪恶的外星人入侵，然后我们地球人呢跟善良的外星人呢团结起来一起打败邪恶的外星人，就这么简单啊。后面的话呢实在是把故事呢弄得太过复杂了啊，因此导致于说呢很多情节的话呢反而不是那么好讨论。那么这个炮壳也不太好拿啊，我们就暂时的把它给放回去。那么这个部件 OK， 就把它呢还原到这个场景里头去了啊。在接下来的话呢，我依然呢会以这个形态呢妥善的保存这一款
老销售赠送给我的一个非常珍贵的玩具。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就跟各位分享这一款07年啊，距今已经14年前所推出的这款长臂啊，来给大家做我的1400集的节目。感谢各位一路以来的各种支持啊，那我也很高兴呢，能够在加入这个圈子之后呢，很快的呢就跟各位呢走在一起。那这几年以来的话呢，不管是官方的这个玩具的质量或定价方面呢，大家都有一些维持了啊。那大家的话呢，也都呢，大部分的玩家还是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啊，看是呢减少收藏啦 或者是说呢等待价格合适，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心态调整。我觉得大家还是玩的都蛮健康的啦，至少我在我的这个观众群里头来说，我真的很欣慰啊。我自己的这些观众朋友们的话呢，都是相对理性的，大家呢也都十年来一同成长，一同走了过来了啊。那感谢各位呢，这么多季以来的支持啊。如果没有各位的话呢，今天我也走不到1400集。那未来的话呢，我相信我应该还是会有1500、1600吧啊。那当然，这个过程上还是少不了各位一路的各种相随还有支持的啊。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